欧冠赛场的德甲球队所向披靡，沙尔克零四客场一球轻取莫斯科火车头，多特蒙德主场三球击穿摩纳哥。今日的欧罗巴联赛，勒沃库森将主场发力，结局会是怎样的呢？竞彩周四002欧罗巴联赛，勒沃库森 VSAK 拉纳卡。勒沃库森在经历了一波三连胜之后，在上周六的联赛中二球领先情况下遭遇大逆转，2-4不敌多特蒙德，士气受到一定的影响，目前仅仅排名第14位。不过在欧罗巴赛场，勒沃库森依旧展现了非凡的实力，客场3-2逆转卢多克雷茨，暂时排名小组第一。本赛季勒沃库森最大的问题在防守方面，而且球队几名中场都有伤在身，此番不能上场对球队实力有所减弱。这场比赛主力后腰拉朗奎兹将因伤缺阵，半主力中卫雷特索斯、半主力后腰鲍姆加特林格、替补中锋博扬帕洛也都会缺席。 AAK 拉纳卡目前是塞普甲的第七名，这支球队更擅长主场作战，不过首场欧罗巴联赛还是输给了苏黎世，目前小组垫底。球队的人员结构主要是本土球员为主，从上场比赛可以看出球队把握能力比较薄弱，八脚射门只有一脚射正，其余七脚全部踢飞。此外客场进球能力差也制约着球队的走势，本场博彩公司才出主让一球球半滴水的出坛，非常看好勒沃库森能够取胜。目前主力阵容基本齐整，并拥有丰富的欧战经验，此役必会凭借主场强势进攻全力拿下三分。老李看好勒沃库森获胜，让球胜可搏。